啊，接下来听一听此时此刻你们拿着这沉甸甸的荣誉，有什么话要向我们分享？来，杨子先来吧。我觉得首先很感谢新浪微博给予我这个荣誉，然后也谢谢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微博有一句话写得特别的好，以微薄之力让世界变得更美。 那我希望用我的微薄之力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，带给大家。谢谢，谢谢支持我的每一位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谢谢杨子，请继续为我们带来好的作品。谢谢。特别荣幸，然后能获得微博颁给我新浪微博颁给我的这份荣誉，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像新浪微博一样，在下一个十年，然后不负新浪微博这样的好的平台。 然后也可以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，想要去向何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。